所以因为 vlog 不就是要讲就是你最近在干嘛吗？于是今天应该是近期内最后一期，Eggman 跟黄蜂女的里面的那一套唯一的一套乐高，它是去年八月上映的吧，好像是内地。然后那为什么我现在才买呢？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入坑这个乐高。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最近你逛淘宝的时候，不管你在刷什么你的订单也好，或者说你在查看别的那个商品，它下面都会有那个推荐，就是一个很犯罪的一个行为。它就是它一直在推荐你要买，就是你最近想买的东西，这不是很过分吗？他就有推荐我这个，点进去看了一下，就发现哇，这一套非常值得买。它这个是量子力学的进去的那一套，像潜水艇一样的东西，两个主角跟一个小反派，全部的小人都有，全部的都有，这三个都有，所以就买了一套，应该是近期最后一套关于复联的我自己会买的乐高了。我们今天来把这个拼完。这个其实是一个那个爆米花的桶，然后它就是电影里面的那个大厦，很值得买。这个就不太值得买，这个就是随便买来喝饮料用的。它是小包，所以它只有两包。贴纸、说明书，它都有分好很清楚，就是第一包拼出来是怎么样的，第二包拼出来怎么样的。不要觉得自己是手残你就玩不了乐高，它真的是非常简单，因为它是 for 7到12岁小朋友的。OK， 我觉得我们又可以加快了。一点点就拼完第一包了。我最近在闲鱼上面有看到一些说什么我买乐高代拼，我帮你拼完之后送给你什么之类的，就是代拼还收钱。买乐高不就是为了要拼吗？我享受完那个乐趣，我还可以收钱，这个买卖也太好做了吧。哇，拼完了，哎，太累了，是不是非常精致？还有一个透明的驾驶舱进去了，这边是可以动，就是它这个喷射的地方，然后这边的开关也是非常精美，你看就是这样关起来，还没关起来，就是完全就是像电影里面一样一个舱。它这边其实可以发射那个这个叫什么，但是我怕我射出去之后找不到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好远哦。近期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的关于乐高的 vlog 了，拜拜。总之呢，还是觉得这一套是非常的实惠、值得买的一套，而且